首先我们要趴下，然后这个样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铲屎官杨哥，挑战100天训练零基础泰迪狗狗技能。今天啊是第五天了。首先啊，我们先来一起巩固一下前面四天学的东西，他俩不要再忘记了。好吗？坐好。OK， 来听口令啊，握手，换一个，趴下，打滚，打滚。那天学的，哎，漂亮，这边，这边，好的，漂亮，起来。OK， 悠悠，听口令，到你了，坐好，握手，握手，悠悠，握手，哎，握手，哎，换一个手，换一个，怎么感觉你跟80岁老太太一样了？握手，哎，乖，趴下，趴下，趴下。拍下，哎，拍下，拍下，哎，漂亮，好的，听口令啊，3、2、1，打滚，哦吼，好嘞，这边，这边，悠悠这边，这里，你就这么就是完事了是吧？啊，悠悠他呢，永远比毛毛要慢一拍，反应太慢了，估计还是因为他太懒了，不爱动，对吧？悠悠，你懒不懒？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训练他俩的是匍匐前进，这个呢比较好玩，比较有意思。那么我们一起来跟着镜头看一下。你俩看好了，我现在亲自教你们一下什么叫匍匐前进。Oh no！ 啊，首先我们要趴下，然后这个样子。啊！哎，哎，嘿，嘿，看到没有，悠悠？毛毛，你看到没有？你别躲。来，坐好，趴下。来，过来，匍匐前进，过来。哎。来，坐好，趴下，来，过来点，过来，好吗？来，然后这样走走走，哎，这叫匍匐前进，知道吧？再来一次啊，来，往后去点，坐好，趴下，来，过来，匍匐前进，匍匐前进，哎，匍匐前进，匍匐前进，好的，太牛逼了，毛毛，到你了，悠悠啊，我前面已经示范过了，你别给我掉链子啊，来，3、2、1，坐好，坐。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！哎呀妈！哎呀，你给我趴下啊！快点，趴下！好好，来，匍匐前进，过来，悠悠，匍匐前进，匍匐前进！哎呦，我们来站起来，来，匍匐前进，过来，悠悠，悠悠，匍匐前进！你这个叫匍匐前进啊？你这骗忽悠谁呢？啊？对，悠悠啊，我们还是要动用点食物诱惑。想吃就匍匐前进，过来，来，匍匐前进，来，想吃吧 ？No， 想吃吗？嗯，匍匐前进，来，这里，过来，悠悠，来，这里，哎，我天哪，他要慢慢一点点引诱他，他才能愿意这么干。没有吃的，你打死他，他都不会干。好了，他俩今天的训练呢，我们就到这里了。你们觉得谁的表现更优异呢？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有喜欢他俩的，请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、收藏。拜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